主席讲话，大家欢迎。各位嘉宾，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万金国际体育文化协会美国分会会长季文君 Janice。我们协会总部设在欧洲，我们的会员来自中国内地、香港、澳门、欧洲和美国。我们协会致力于体育推广、文化传播、比赛交流等活动。北京冬奥会是世界体育盛会，北京将成为全球首个举办夏季和冬季奥运会的冬奥之城，也再一次让世界人民看到祖国的繁荣昌盛。本届冬奥会主题口号为一起向未来，在奥林匹克精神的感召下，我们愿为祖国体育事业出一份力，愿与世界人民同舟共济，守望相助，共创美好未来。最后感谢各界朋友们关心和支持北京冬奥会，让我们共同祝愿北京冬奥会圆满成功。谢谢。